主体的屏幕上面两个主色调，一个是蓝色跟这个绿色，那么它整体的呢像一个地球仪。那在这个屏镜上面呢，我们采用了传统的这个最传统的中国红。世仪大会为福州脱胎漆器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，向世界展示了福建福州文化的独特魅力，向世界传播了8000年的这个漆器的文化。